整桌的货要不见了。是我啊。来过来，等我五包。是啊。我买着五包，你来啊？这个钱。你那一度刚赚。打我，现在打我，别开玩笑。现在打我，肯定啊。那花了多少钱？好啊。不要，有哪一度多少？哦，可以啊。一个贵啊。贵鱼，一分贵啊，你爱省哎。一分贵啊。没事的，多少钱？我怎样？我怎样？我怎样？啊，当然你两个做一个分，把那个照分了，给你个照分就给你，你不会再两栋，应该照分者哦，给你来落地吧，啊，给你落地吧，先照分分的了，先个数啊，好好啦，啊，不远。贵耶，哪个贵耶？要钓你钓是吧？你上门口，门口钓了钓你钓。可以接，不要背的。要两个场，两个场。那你先准备。不是，这两块钱要你开掉了。是啊。哇，百多钱。哪去过？哪去过？不是，这两块钱要你开掉。我不要。哪去过？中有啊吧，清空桌子，清空。个人客钱也袂记得无？有啊，有就收啊。来，物件摕遐分分啦。袂了，这一堆，这一堆，十多包一堆，全部物件给个。好了，你啊，拍咧，全部物件给个。听我讲话，全部。来，刘二先分，刘二客钱就来，刘二。哎，有客钱诶。刘二要分了。刘二。等会了，我自己该分分。刘二。刘月云，哪只？哪只弄不掉？刘月云没了，是不是？七八块块不要，来八块。这一年一度，果冻开起来，这起码拢平产的吼。一年一度呢？拢平产的。一年一度。来，迄个多拉拍嘞，听我讲话，果冻非常无变。有咩物件手拿起来，非常无变了嘛？这果冻你全部炸断。哎，好嘛。无看你啊，老家看时间来买咩？这果冻无着不能炒卖，啥物拢有一斤菜只八十块，唔免一瓶。六个人客，十块紧来收单，十块。一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六个，好啊。搁收啦，搁收啦，无紧来，好人客，欢喜啦，变哪呢啊？哎，隔壁来啊，甲指挥者啊。好，收啊，收啊，收啊。多少块？多少块？五多少块？我觉得国语学，国语学我即马就爱换，阿成哪下去无？去做伙了？唔系啊，你先听这个了无？喂，差不多。三百了，三百了。拢我一条，伊也拢条，三百几啦。蛤蟆有客钱的，唔是果冻，蛤蟆有客钱的，手下个分了。好，无要紧，我打解处理蛤蟆先客钱的分分了。蛤蟆有客钱的。用客了啊。聊一聊啊，过来换你啊，好，快些，快些，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蛤蟆客气的先分分了，来，蛤蟆直接，蛤蟆人客气还袂客气的无？好来，来，我来讲聊一聊，这个单上久的先来。减啥物？减一个。好，搭了一个蛤蟆，减一个，落去吧，包过来，包过来。爱解冒无？无紧啊。哎，刘伟，你当然你食个包包起来咯，你食一个牛包了，反正你无用啊。来，上尾食这个鸡腿的，唔免五百，免八百，五股牛啊，两只腿三百了，来，我收了啊，来，叫潘你包了，叫潘你包了，潘你包上架二十五只，先包起来一个，三个啊，来，你话几块？一支三百，两支三百，三支三百，四支三百，五支三百，四支搁上边啊，三百。多少个呀？来，三百了，先生嘛，三啊四啊，来个啊，六啊，三百了。反正一下就话就是攞去嘛，就四百块翻啦。金龙三四五来六三百了，金龙三四来五六三百了，就四百哦。三，你阿敢无？四五六三百。金龙三四来五来六三百。诶，鸡腿骨尾啊，真正拢无咧。一百了，来你无买买一百，真正是鸡腿好食，你袂当无。我一百一个。包过，一百了，这支真正好食。我一个两个。一百了，啊，先包走三七百，三七百，七百豆豆装了好啊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七百豆豆装啊，不要急，一百了，一千个豆。
一千块到了，一千块上来，一千块，一千块搁一个，好了，总共快走了，一百个要吃哦，先吃啊，还要加阿成，谢谢，要我，加一个，好，对不？好，老板你再给我沙发四百块，啊，要不要两只啊？沙发，沙发。沙发，来，他在外公，来进去算你，等下，你进去算你，你回来。来外公，虾啊，先去啊，蒸笼啊，面我先甲海鲜。有人要食白无？一个人点咩五百了啊？无啊。好，再一个。无啊，包饭没有了，真正无啊，没有了，真正无啊。我一开始就白甲蒸这两下吧，两箱啦，一家买了蒸这两下。来，他咧你无用讲，安尼啊，来，哈，十五吧。哎，铁路排骨拢啊袂白呢，阿成。我来找了那个，拢来大哥，爱找我这些，找我爸。铁六排骨一盖莫我这些片，美女来，谢谢。啥物事？他咧摕一个箱仔，我者箱仔，箱仔搁有啥物啊？紧来，即个箱仔先装啊，搁有买箱仔，再搁一个，箱仔搁有买啊 ？OK 啦。你物件太多，再搁一个。来，谢谢。我要保利龙的。搁保利龙，我再去。好，来看多少钱？上面吃铁路排骨的，沙发要几啊？我要来两包，上面吃两百块。啊，一个。铁路排骨要吃两包了。我两个呀。一地两地，三地哦，你啊，四地哦，你来五地哦，你。来，这两地搁啥？这两样比好吃哦，两包。我两个。一地两包，两地两包，三地两包，四地两包，五地这两地搁来两包了。一地两地，三地四地，来五地，搁招一个好无？这两地搁来。铁路排骨搁一个，我这要求好吃，上千的好无？来两包了，几个？我两个。啊，最后一个百五了，买买买买百五试吃看卖啦，真正好吃百五好了，一百五超值个，够对不？来，迄毛个，迄我咧弄个毛个。来，我今日看是我简单都上完物件哦，简单就便宜啦。这蚵仔丸，这蛋黄蚵丸，这内底有高纤嘛，能煮一个酥酥个芳汁嘞，咸甜咸甜，滋味真正赞。一粒青个十块，十二粒青个百二，两包安尼两百是唔咩？两百了，这包搁上面，这包搁来，四包装起两百块，再买一个蛋黄蚵丸。来包块多少块？两百了，一包两包两包，四包装起两百块，我要吃蚵仔丸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两包两包两包包块，四包装起两包，搁一个了，两百块，谢谢，欢迎。来，你妈咪给你一百块试吃，好吗？我一百钱。好了。老妹啊。啊。给五十有搞有吗？一百块回来喽。我一百钱。上面吃蒜泥干锅鱼啊。行行行。好了，来，那个别。还是全部没看呀？蒜泥跟蒜泥先。全部没看，用刀一刀。用刀一刀。我现在在雇拢无来买。有啊。内面食蒜泥大地，人家呾只比蒜，只大地只高，想要食人家五百平钱了啊，唔免着啊。物件全部写伫只，吼，高岭南的，这冤家，全台湾省上大地做蒜泥的，五百平钱了啊，五百块，五百了啊。来咯，去无？我来个。五百，两地五百，三地五百，四地五百，你睇无啊？四地过来啊，五地啊，五百了，去无？第一顶块。哦，干杯啊！四对，系啊，哎，干杯杯啊！四对，有啊，这边来带，现在方便点吗？四对，两三个啊，四对，包了，大家拢买些靠了，包了，包了，包了。我大哥开几高哩？几高？几高哩？几高哩？多少钱块？两分到花？你够好啊？不？几高吗？几高钱嘞啊？够啊！够啊！下雨在这里，金龙沙西，我打电话问你啊，金龙沙西哦，这样不接，保利龙，保利龙，沙西哦，西哦，金龙，好，卖过你啊，哎，老板。有啊喂，有啊喂，客过，客钱的手表了，客钱，客钱的手表了，客钱，客钱的手表了，客钱啊，分了，我包一个去，客钱分了，那门走啊嘛，啊
走快走，一千块酒下边，两块走走。啊，一千个。有啊，拢快走好。你加上花棍，结束啊！我咩啊？五百，辛苦辛苦，快走。听我讲话啦。咁大手多较慢尔，爱等一下。嘿。够要点菜无？可以做饭啊，无？牛排、牛排客家，全部几地客家卖卖。刘二，我叫来讲，刘二客家叫做拍那个蛋糕。嫩嫩煎的。来刘二，刘二要吃二十五、吃四个人客卖着，今刘二三岁全部卖了四个一百了嘛？你要两百，最后两个一百怎么吃？一百块，刘二一百块了嘛？一百最后两个怎么吃？一百块。你话不话？一百最后两个怎么吃？一百块。我两个啊，一包够两个，三个四个。好，包起来，装包，这先包，先打一包，这先包，再打一包。啥物食牛排？一个人提几多啊？一千五啊，无啊，一千块，一千五啊，来收单，一千五啦。这台搁送你，这台搁，这台搁啦。一千块咯，一千块，啥物包过无？几啊？啊，我你买六包了，好无？啊，四包，买伊嘛几啊？四包，六包，四包了，包过，结束啊，无？四包到两个，结束啊。来，你两千块来讲吼，咱一步一步来，百几啊先搁吹一步，百几啊剩一半是嘛？哎，拢做一届起，我全部我袂掉，拢来做一届，拢来拢来。来，百几啊够人单啊，今日无买着的，三百买几啊？我变太好啊，两百块平钱了啊，两百块平钱好。我一个两个三个，两百了。我一个，那收钱。我两个，我四个，两百几个，交钱交钱交钱。五个，来两百了，两百块。那得买两包。